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？台北始于河流，与环山对话，走过百年岁月，终成一座繁华的城。我们因它而相聚于此，而台北也以它的丰饶守护我们。我们想为下一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北？以海绵城市强化了城市的自然韧性。以绿色运输网络构筑了台北的形。以智慧社会住宅定义了台北的住。以清新空气守护了城市的健康。未来的竞争，台北怎么面对呢？梳理城市体质，以东西区门户计划定调城市轴心，以都市再生解决城市尘埃，以 TOD EOD 公司协力翻转台北，如何让世界认识台北？台北以吴威强博物馆将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你的博物馆，让故事在与人的身边流动，互动共感，造就出独特的城市文化新风貌。从日常生活场域开始，打造共融式公园，为长辈规划专属福利政策，希望不仅活得久，更要活得好。我们如何用30分钟看到一个城市的好坏？那就去看市场吧。市场是整个城市生活的缩影。台北想要更好，在地市场需要进化。于是，台北不怕难，将六大市场全面来翻新。面对后疫情时代，台北如何迎向未来？从校园无现金交易、智慧停车支付系统，到台北通 APP， 串联医疗、民生、运输、教育等公共服务。台北做了许多看不见的数位转型，未来台北也准备就绪了，持续将我们对于这块土地的讯息传送到世界，传递出我们的真实样貌。台北原来如此，这是一个持续美丽的城市，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城市，这是我们未来的台北。